Hello， 大家，我现在在意大利的拿波里。各位，我们这一趟的欧洲之旅呢，上一站是威尼斯，然后现在达到了拿波里。那我们会来拿波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我跟掌柜，我们都是超级疯狂的披萨狂热者，披萨lover，披萨。所以，我们呢这次来意大利，其他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站拿波里，因为我们想要找到我们心中最好吃的披萨。你看我长得像什么？忍者龟啊，西瓜了吧？这一次最特别的呢，就是我们会去披萨的创始店，到底是哪一家店做出这么厉害的东东 ？Respect, bro。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刚从威尼斯离开，我们搭了一个5个小时的火车。现在呢，因为肚子有一点咕噜咕噜，所以我们决定要先从一家这边当地非常知名的披萨店开始。今天吃的第一家店就是。就是我们要去吃的第一家店。听说只要绑住意大利人的手，他们就不会说话了。很手势就会讲。指挥交通哦。刚从威尼斯离开之后，你直接来到拿破里，就会觉得那个市容的落差非常非常的大，城市的比较旧的那个感觉就很明显。而且你看到整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墙面都是涂鸦，而且是满满的涂鸦，这面墙全部都是涂鸦。然后而且地上随处可以看到还蛮多垃圾。我之前去过捷克、英国啊，还有你看像威尼斯也都是有涂鸦，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边这么夸张的程度。哎，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教堂，很大哎，连这里都是涂鸦。哇，我们真的是一个意外，然后撞到这个教堂，超级漂亮。然后在这个教堂外面啊，就是有个大广场，旁边有两条巷子，一个是往前，一个是往后的。然后这边就超级多人，就是有些在表演呢，这边超热闹的。刚刚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超级怀念的感觉。因为以前其实在乌拉圭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是在那边的艺术市场，是一个广场，然后做布偶，然后我都会跟她一起去，然后那边也很常都会有像这样摆摊的人，还有旁边在唱歌的人，超级怀念，就是回到我小时候9岁时候的样子。好了，我们要来的这个地方 ，Cino e Todo Solo， 就是这个超级知名的一个披萨。然后你看我到门口的时候，就一坨人类了。我们来看看要排多久。我有披萨，那这个2个小时我都排。我跟你讲，披萨大哥，披萨。来的你就是先去登记你的名字，然后你就等他叫号，但是你的耳朵要就是听清楚一点，因为旁边真的很吵。在我们在等那个披萨的对面，就有个人在那边唱歌，直接从2楼开演唱会，多省场地费啊！下面是他的打赏箱，太可爱了吧，太可爱了吧！好欢乐哦！来了，我们等了差不多30分钟，还 OK 还 OK。我看很多人都是40分钟一个小时起跳。Thank you。台湾。台湾。Yes。这边比较有感受到热情的感觉。对呀、啊，来这边感觉他们是真的很爱吃披萨的感觉。哇 ，How was the pizza？ Very nice。Which one you order？ Order margarita？ Yeah， I was here with one or margarita was very good。哦。The best pizza ever。Oh my god！ 这家店在 Google 上面总有23000多个评论，还有4.5颗星。而且我在那个评论当中一直不断的看到说这是全意大利最好吃的披萨，害我现在的期望值真的太高了，受不了了。哦 ，Pizza fries，Thank you。How do you say delicious? Italian. Italian delicious? Delicious. Okay, okay, okay. Thank you. Yeah, 我们的大披萨来了，它叫 pizza fry， 超级大一块的。哦。好吃哎，它那个皮就是有点油油的、脆脆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呢，跟那个起司的融合很顺哎，它有一点炸鸡蛋、葱油饼的感觉，但是少了葱的味道，但是它那个皮炸得很酥，很赞。哇，好厉害哦！哦哦 ，Which pizza is that? Rodolfo， yes， 它的披萨超级大。而且已经有点掉出盘子外面了。好了，我们先什么都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吃最经典、最经典。去披萨店一定要点就是玛格丽特。你看披萨超级薄，很薄、很软、很软。他把它这样卷起来吃，因为它太薄了。各位，干杯！拿破里第一个披萨。
是很好吃的玛格丽特，它饼皮超 Q， 而且那个薄度恰到好处，它连后面有点像烤焦焦的，吃起来又有个炭烤香。我们这几天的威尼斯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披萨厚的跟什么一样，跟面包一样，差太多。各位，你们来这边一定要点，就是这个经典的玛格丽特，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是好吃的玛格丽特 ，delicioso。来意大利也要讲 delicioso。对，我现在要赶快来吃我刚点的，也是大家超级推荐的这个叫做 Rodolfo 的披萨。说人话，我以为上面那个火腿会很咸，但它不会，它恰到好处。那个烟熏的那个火腿的香味，跟那个起司 ，Oh my god， 这个层次这样一层一层，你把它卷起来，好，我觉得这赢了。这个芝麻叶真的是太好吃了，超级脆 ，It's good， very good。对，披萨很多派系，从今天开始我入拿坡里派。总评两个都十分，认真都超好吃。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饼皮超 Q， 太厉害了啊！这是给披萨下当面给送过来的 ，gelato， gelato， gelato。Enjoy。从现在开始，我们接下来所有吃的披萨就以这家当标准，如果比它好吃就是十一分以上，没有那么好吃就十分以下。Bueno， bye bye， adios。我们得到了一个快乐的心，会不会第一站的标准就太高了？哦，这里就说。早安大家，带你们看一下我这次住的背包客栈。这次它是一个三人房，厕所在外面，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窗户。这是我们的走廊，它厕所其实有好几间，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是男女共用。我觉得这个背包客栈目前一切都好，但是就是有时候常会有穿着四角裤然后充满胸毛的人类，然后就觉得有点可怕。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户外的空间。这还有很特别的是，你们 check in 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硬币，因为他们有一个屋顶的酒吧，然后晚上可以用一个硬币换一杯免费的酒。那我们这次住的这间呢，总共两晚的价钱是320欧加上12元的城市税，大概就是这样子。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你们去一个城市旅游之前，最最最重要的一定要查这个城市的治安如何。拿坡里呢，算是整个意大利被评为治安最差的城市。这边大家都说治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在火车站附近，所以我们这次住的地方呢是比较靠近一个叫做西班牙区的地段，人家这边其实离很多的观光区域都很近，自然也比较好。大家记得来玩的话，自己要小心哦。现在大概是早上8点多，快要9点，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已经在路边开始悠闲的吃着早餐，悠闲的漫步在拿坡里的街头。到我们今天要吃早餐的地方了，它叫做 Gran Gambrinos。这是一个咖啡厅，然后它是一个从1860年就存在，就是拿坡里最老的咖啡厅。现在我看我已经排了一群人了，现在才早上9点哎。说这一家是全世界就是前十大最美咖啡厅之一，所以我说看到的时候就一定要来，超级漂亮。你看它整个地方都富丽堂皇的。大家在外面排是在排就是那个酒吧的位置，因为他们这边有一区是让你可以站着就是在那边喝饮料，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的位置，可是它户外的位置看起来没有很爽。我自己是觉得进来这边比较漂亮。我们点了一杯 latte， 他们还有这个，他说意大利这边蛮经典的一个咖啡，它就是咖啡，然后上面还有加上一个榛子酱，听说吃起来会有一点点像是那个金沙的感觉，我来喝一口看看。超好喝哎，它那真的像超香，那你喝下去有那咖啡的香味哦，这个很赞，但是大概两口就没了。好了，我们来吃提拉米苏。然后为什么要吃提拉米苏呢？因为它的发源地就在意大利。提拉米苏这个字面上的原意呢，就是打起精神吧，所以是不是最适合在早餐的时间吃呢？刚掉进了美味漩涡里面 ，Oh my god， 它鲜奶油超级好吃，味道整个融合的很顺口，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腻，但完全不会。这样开启一天的早晨，太幸福了吧！嗯，美味暴击，太爽了。刚从那个咖啡厅出来之后呢，这边就是那不勒斯的皇宫。
乱入了什么活动呢？ Excuse me? What is this event? Food and healthy sports. OK. And here, I don't know. 既然他说是跟音乐有关的，当然是要跳舞哦。要一起跳舞吗？我们拿破仑这边，谁管你皇宫啊？涂鸦造图，这个汤马士跟这个 Catherine 啊、哦，真的是非常的调皮啊！其实来拿破仑的时候，很常都会看到像这样子的鞋店，但是有再多的鞋都比不过我脚上的这双米其林二。大气凉拖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旅行的好伙伴，完全可以列入旅行的必备好物。我已经穿大概有三个多月了，我这最喜欢的就是它耐看、好走、非常好携带又环保。像我这次搭飞机啊，我就会把它扣在我的包包上，然后要上飞机就可以马上换成拖鞋。它穿起来很舒服，然后它有做一个足弓稳定的设计，所以这几天就算我在意大利这边一直走一万两万步，其实你的脚还是不太会酸痛。因为我一开始穿的时候会觉得不太习惯，但走久了之后呢，就会一种端端的。就是它有弹性，然后支撑你脚底的感觉。你看它这个扣带，还有四种穿法，等于是一次得到了四种鞋子呢。它还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可以选哦。然后呢，因为它底部有特别做防滑设计，又很好清洗，所以就有一种可以一双打天下的感觉。最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是用再生材质制成的，除了回收材质之外，它还有加天然的科粉在里面，帮助消臭抑菌，总之就是防止大家臭脚丫啦。如果鞋子穿到不能再穿，在汰换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免费把你用旧鞋回收做成环保盆栽哦。那这双米其林二大气凉拖鞋就推荐给你们咯。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 Galleria Umberto， 它就像这样一个室内的一个购物的走廊。就来到这边，到处都可以看到，你看他们的雕刻都是这种非常的浮夸，然后很多叶子，还有浮雕在上面。什么呢？突然在路上感觉 B-box 起来了，为什么？ They got a boom boat. Top a boom boat. Welcome to Napoli.台湾。Oh, Taiwan, beautiful. This is made in Taiwan, man. Yeah. Yeah, yeah. Here, hip hop side. Here, Germany side. What happened? Why? Why? It's a free souvenir. I show you. 他想要卖这个吗？ We ask support for family because for us it's a job. Yeah. You know? You want me? 他问你要不要买这样？ Yeah. 因为他没有。Your heart. Decide your price. Ah. Me and you in the video, man. We are friends. Yeah. $1 million. Hey, oh. Give me a chance.OK 啦 Three for you, another three for you. OK OK， 有快乐就有付费。我们刚刚给了他们15欧元，最后各位你们只要在影片底下留言任何想要对我，maybe 或对掌柜说的话都 OK， 那我就会把这三张寄出去，然后把我的回复写在上面给你们，所以你们就写一些话吧，欢乐寄给你们 ，OK。我们现在来搭地铁，这个是托莱多站 Toledo。拿破里这边就是最常见的交通方式呢，就是搭地铁。就我了解，如果你们今天会去很多地方，我建议应该就是买一日票会比较划，一张是1.3欧。哇，它好像一个就是水底世界一样，哇，闪亮亮的。这个 Toledo 车站呢，听说是被评选为全世界最美的15大车站之一，这真的是少数涂鸦幸免的一个车站。OK， 我收回我的。我们刚搭的地铁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要迎来我们在拿破里的第二个披萨，这个披萨不得了，是个超级厉害，就是来拿破里一定要吃的地方。因为它排队的程度比我们昨天那家更广，评分上面更多人说这是最好吃的披萨。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厉害的呢？各位，我们来到了这一家叫做 Landica Pizzeria de Michele。但是你看，我们来这个满满的人潮，果然应该开店的时候来啊！各位，这是周六的
的人潮，你们自己来评估一下。这一家呢是一家百年老店，当初呢它会变得这么红，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之前有出现在茱莉亚罗伯兹的那部《享受吧，一个人旅行》的电影里面，感觉超级好吃。很爱说啊，台湾人吗 ？Hello， 啊，还没，要怎么点呢、啊？哦，真的吗？好好好，哇，谢谢，我流泪了。哦，哎，你们的有算在里面了吗？没事。我们太感谢了，我们举手之劳，代表。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在路上上演这个，变成讨厌大妈了。我们是讨厌的那种长辈。好啦，我们很感谢。你们刚这样排了多久啊？大概半小时。你们是哪里人？彰化。彰化。哦，真的吗？哎，你好，欢迎，哎，好，爸爸，部长 ，Venice。Venice 吗？哦，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吃半个。我们一人点一个，哎。啊！他那个啊！哦，那我们去附近找个地方趁热吃吧。哇，真的很大。好了，我们来吃了，太大了吧？看抓的皮非常的 Q 弹。哦，Oh my god！ 中间的番茄再稍微酸一点点，喝得到它的那个番茄汤，起司很赞，有点像在吃小笼包，水分充足的披萨，你看这是喝披萨汤啊！我比较喜欢这家，它的那个番茄味很甜很鲜，哇 ，no！各位，我觉得我正式吃到人生吃过最好吃的玛格丽特 ，delicious！我觉得还有起司很棒，有它那个起司有越吃越有嚼劲，没有马芝味拉的那个香味，这样比较好吃，对不对？对，这样的咸度要控制得更好。我觉得这家有略胜哦，这个是 Marina， 但是没有起司，然后上面有铺那个蒜头，它那个番茄超级甜，番茄味非常的重，就是它番茄新鲜的味道。适合爱吃番茄的人，可以吃到大口大口的番茄酱，我喜欢，很特别，因为咬下去有很明显的番茄汁。你刚才喝番茄汤，披萨虽然看似很大，但是其实因为它薄薄的，然后它太好吃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一个是刚刚好的。现在你知道少了什么吗？一杯可乐，听到有人喝可乐声音，好想喝。那我们右边呢，多了一大堆在街地上吃披萨的人，感受到了吗？就是披萨乐，披萨乐，披萨。如何？这应该算是我们在拿破仑目前吃到最好吃的披萨。我为什么想揍你一拳？哦，最终我们给他的分数，我要给13，不，我要给15。我觉得这家超好吃，目前人中吃到最厉害的玛格丽特就是这家，一定要来吃。干杯！哇！敬拿破里的披萨，拜拜！祝你们旅程玩得开心，还好有他们，拜拜！我们现在来的是老城区，这条热闹的街区就叫做 Spark Napoli， 意思就是说呢，把拿破里一分为二，从高空俯瞰的样子，这个热闹的街道呢，就把拿破里分成两半。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热闹的巷子，然后你往上一看呢，就会看到这个人的头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头像其实在拿破里随地都可以见到超级多跟他有关的图。然后我最后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拿破里这边的一个球王，叫做马拉杜纳。我们一开始来到这个拿破里的时候，还想说为什么他们上面都会挂着这个白色跟蓝色的这个布条，应该是马拉多纳他球队的颜色，因为他是从阿根廷来的，因为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你在很多地方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写1960到无限，因为在他们心中呢他是永远的活着，是不朽的。我们现在努力赶去搭缆车啦，阿金雷包夕阳感觉已经没了 ，no， 快点赶路，我们终于到缆车了。出发喽！哇哦，我们现在从这个山的 Antonio 站出来，看到哇，已经超级美了！哇，你们看，这边已经超级美了！哇，你看那个冰淇淋车好可爱哟！哦，是
是结婚的人类，好浪漫哦！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很热呢，快点，快快！拿坡里可是有世界上三大夜景之一的地方哦。你看到远远的火山那边，就是有一闪一闪的房子吗？其实拿坡里的这个市景很美。我觉得最美最美的时间就是挑在夕阳到傍晚这段时间，天空橘橘的，然后你不用等太久，你就可以迎来夜晚。那我们现在九月的时候，差不多七点多来，这里真的很漂亮，我只能说 perfecto， bello， bellissimo。接近晚上了，你们看，变成这样子。它的夜景啊，因为不是有很多就是那种高楼大厦或是一般的那种住商的那种招牌，比起一般城市的夜景，它比较像是有很多的灯火，很像火光一样，然后就是点燃这整个城市。看完夜景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来，我们要做什么？嗯，猜对了吗？好了，让我们回到20分钟前。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要吃晚餐的地方，就是这里 ，Pizzeria Brandi。Hello, we are two. 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Taiwan? Yes. Hey, so far we've been to Taiwan. Yeah, we've been to the road, we've been to the road, we've been to the road. 现在来到了就是我们这一支影片的重头戏。为什么这一间店是把压轴呢？因为它是玛格丽特披萨的创始店。家店从1780年它就已经存在在这里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这边的皇室他们微服出巡的时候，来到南邑就想说，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平民美食呢？然后那个时候呢，这边的厨师就提供给那个皇室那边的一道非常厉害的料理，就是当时的玛格丽特披萨。他就跟那个皇后说，哦，这个料理你看它有三个颜色，红色番茄酱，白色这个穆萨雷拉起司，然后还有绿色这个罗勒叶子，是不是就跟意大利的国旗一样呢？当时的厨师呢就用皇后的名字，也就是玛格丽特，帮这个披萨命名。That's here. Thank you. Marina. 加加。各位，这个每一刀下去都有历史价值啊！哦，它的这个饼皮是偏比较厚的，应该是我们来到拿坡里看到，就是边边的这个饼皮最厚的一个披萨，那中间一样是偏薄的。来吃喽！很好吃哦，那你吃的你会疯掉。它的番茄应该是跟中午那家一样，比较偏咸一点点。它的那个酱也很湿润，然后那个饼皮吃起来很 Q 弹，其实味道很香浓，就是这样，就是完美的披萨。就像海拿坡里，我只能说，我们想找到的东西都找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 One Piece。我们点了另外一个，也是中午吃的那个玛丽娜的。上面撒那个意大利香料，味道很明显。这个会稍微偏咸一点点，酱还是非常的多，就吃到那个番茄本身最鲜甜的味道。适合番茄重度爱好者，这其实应该是目前吃到最有嚼劲、最 Q 弹的，很香，超级香。啊，这一家它在 Google 上的评论总共有差不多5000多则评论跟4.2颗星，在我心中呢，最后给它的分数。我应该给它14分，就是略低于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一家，但是呢，还是超级好吃。好突然，等一下，怎么回事？突然有人来演奏，太开心了吧！想要流泪了。Thank you.
去他们的顶楼看一下。Party people, are you ready? Party all night!哇，这阳台空间好大哦！哇，他们有个超级大的户外的空间呢，然后放着chill的音乐，然后在这个阳台上就是凉凉的，然后那个风那样吹来，听音乐，我已经要幸福死了！哇，其实这边的背包客栈晚上都很 party， 我觉得这边气氛真的太赞了，就不管你只是想要很单纯的就是躺在这边，还是你是想要来这边跟大家聊天，都是很适合的地方。只能说来欧洲这一趟，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拿坡里了吧，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然后很有趣很有趣的城市，太开心了。好啦，那这趟拿破里之旅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明天呢我们就要启程去罗马咯。结论，我在拿破里找到了人生最好吃的披萨。拿破里的小吃美食，路边咖啡厅很多，很适合想要来欧洲享受美食的人类，就算要排队的话还是超级大推。在这边吃到充满历史意义的玛格丽特真的会永生难忘，而且夜景很美。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晚上出门的话记得要结伴行动，注意安全。市容虽然有一点脏乱，但教堂里面也是真的美，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城市呢。如果你也吃过超厉害的披萨，欢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店都可以推荐给我。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是记忆力短暂但是爱拍片爱画画还喜欢唱歌的金鱼脑，我们下次见咯，拿破里拜拜。